老公。嗯，你送回去，姐。嗯，姐，我看一下，要高兴怎么了？他不舒服，好不好？那是。然后。好想去见你们，我们每次上山那都他送给鸭子，早上还牛高兴牛奶也送，他送。大巴车上拿回来的。嗯，大巴车过来的。你就过几天上学啊，这两天都跟他有事儿。嗯，一个鸭子大的。那你拿牛奶了？牛奶啊，这东西拿，白酒也拿回来。是吗？真的。好，走啊！我的快。哎呀，高兴啊！不舒服，晚上睡觉不盖被子，手机。哎，着凉了。晚上他睡觉不盖被子。自己扔掉也可以。把你送到野家姐姐那啊。跟野家母鸡高兴看看。我一会儿出去办我的事儿啊。你跟野家姐看完，顺便你学一下车嘛。行吧，高兴，来，爸爸看，看那个眼睛绿汪汪的，不舒服。不舒服呀。嗯。晚上睡觉老不盖被，哎，着凉了。呵呵，出发。哎呀，一会儿，高兴呀，不舒服你还要害人，在家吧。嗯，他说不来我的家。啊、你去不去？我不去了，你进去就行了。我的手机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没事拿你手机拍吗？高兴去，跟妈妈去野家姐姐家，爸爸出去。这是我的。爸爸出去办爸爸的事儿去。家里面钥匙你拿了啊？啊，我没有呀，这个不是我的呀，这个、是阿初的呀。慢点啊。跟爸爸拜拜，高兴，高兴，跟爸爸拜拜。等一下啊，我的鞋子。嗯，你这个鞋子连高兴的鞋子都不如。每天，掉了是吧？我里面藏进去了。我听见掉下去了吗？没有啊。嗯。我里面的呀。高兴。爸爸拜拜。拜拜。嗯，好了，跟妈妈，看野家姐家，他们爷俩去跟野家看，给高兴看一下去，我去办我的事儿去。高兴，我们回来野家家，在野家家里面。我们去然后看医院好不好？也在买很多杯子。买点啊！我的包了，放在你的包了。我们去医院，高兴不舒服。也在这穿高兴的衣服。穿漂亮衣服，高兴啊！他的也有很多东西。这个照片啊、这个是弟弟的生日，他的儿子的生日，然后他们是朋友，也叫姐姐，也叫姐姐的儿子，然后朋友。不能那些，也行嘛，我说这个。么子？干么子？顶哪子来的？嗯，高兴。来，你唱歌。啊，高兴害怕了。不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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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
好好唱歌来高兴，唱歌高兴，唱歌高兴，妈妈，快点。哎呀，高兴，我们回家啊，姐姐拜拜。你看哥哥，你看哥哥干什么呢？哥哥干什么？你看，要来瞧瞧你干这个。我哥哥，你看唱歌。我在那干啥？哥哥唱歌。干呀，你还给他嘞？要来干呀，我啥来干？你看哥哥唱歌，哎呀哎呀，妈妈来，哦，要来了，这干呀，不是老干的几个兄弟。我们来一呀，高兴哦。哥哥，高兴哥哥，小高兴。What is this? Sorry， 他也说英语。他说这个是什么？他说这个是什么？两个人好好玩啊。他的姐姐高兴，来妈妈这里看。他的眼睛黑死了，高兴。This。他是，你看这个朋友是两年的，他是两年的，你看怎么说的？你看我们的高兴怎么放？站起来，高兴。高兴站起来，快点！他的妈妈，高兴的腰啊！这个蓝色的我的，这个是高兴的。小高兴站起来，不能坐一下啊！我们回家，我们来家，他睡觉了，刚刚起来。我的高兴一点点不舒服啊！你看这么多腰。感冒了，发烧了啊！好好，妈妈给你吃好不好？吃药好不好？小高兴，戴帽子，你感冒了，门也关了。第二次不能看高兴，你的眼睛痛呀。你看多少药，哎呀，高兴的，都是药。一点点，我要水热一下，然后喝水，好不好？高兴啊，妈妈给你水，小高兴。